好，我们现在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21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3:29，中华民国105年11月23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5:19。地点本院琴弦楼101会议室及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黄国昌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李彦秀委员等27人。列席官员105年11月21日星期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105年11月23日星期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赖召集委员释报。105年11月21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赖世宝等19人拟具保险法第16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保险法第14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信托业法政令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及第3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赖世宝等23人拟具国际金融业务条例第3条、第22条之二及第22条至3条文修正草案案。经委员赖世宝、曾明忠说明提案要旨，并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回应委员党团提案后，既有委员黄国昌等14人提出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中央银行央副总裁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执行答完毕。二、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第一案，审查本院委员赖世宝等19人拟具保险法第16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保险法第148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一、第148条之一条文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法条文。二、第163条条文依委员赖世宝等人提案修正第7项为：保险经纪人为被保险人洽定保险契约前，以主管机关指定之适用范围内，应主动提供书面之分析报告，向要保人或被保险人收取报酬者，应明确告知其报酬收取标准。第8项为：前项书面分析报告之适用范围、内容及报酬收取标准之范围，由主管机关定之，其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并案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赖召集委员释宝补充说明。第二案，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信托业法政令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不予增订。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赖召集委员释宝补充说明。第三案，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8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及第3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一、第4条条文增订第3项，并修正为：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前项所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该自然人或法人认为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其已照案通过。二、第30条之一条文删除第1项第1款。第二、三、四、5款依序改列为第一、二、三、四款。增列第2项为：金融服务业对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第4条第2项所定之条件，而协助其创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观条件者，处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罚款。原提案条文第2项改列为第3项，并将据首各款二至删除，据中前项经修正为前2项，其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赖召集委员释宝补充说明。第四案，审查本院委员赖世宝等23人拟具国际金融业务条例第3条、第22条之二及第22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一、第3条条文增列第2项，并修正末句，由金管会定之，
为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其已照案通过。二、第二十二条之二条文修正末句，得一延处罚还按次处罚二倍至五倍为得一延处罚还按次处二倍至五倍罚还，其已照案通过。三、第二十二条之三条文增列，并修正第三项末句，由金管会定之为由金管会会同中央银行定之，其已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由赖召集委员释法补充说明。通过临时提案二案。105年11月23日星期三，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冠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检察局部分。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郑明忠等十人提出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执行党完毕；二、委员王荣章、林敬宪、卢秀燕、陈赖素梅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一周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由冠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检察局部分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200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无列数，第201项银行局无列数，第204项检察局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20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116万元照列，第221项银行局39000元照列，第224项检察局15000元照列。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12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研列7亿2248万2000元，系会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占照列，是所属会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18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27000元照列，第219项银行局202000元照列，第222项检察局无列数。二、税出部分第25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第1项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研列2亿1554万3000元，减列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目一般行政28万5000元，含物品20万元，经常性表报印制机、宣导品均会5万元，杂项设备会35000元。第二目金融监理项下金融监督管理之大陆地区理会及国外理会10万元，共计减列68万5000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2亿1485万8000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宴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5项。第二项，银行局研列3亿3639万7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54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咨询服务费44万元，购买办公室清洁用品、报章杂志及电脑耗材、办公场所环境绿美化租用养护费及布置正红实况问卷调查委外等经费10万元。第二目银行监理99000元，含派员参加国外训练机构研习相关课程理会文具纸张及参考书籍等物品会、国外会议理会等经费49000元，另5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63万9000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3亿3575万8000元。本项提案两案保留，送宴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7项。第五项，检察局研列4亿1705万1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27万元。含物品20000元，购买清洁用品、节水阀、灯管、事务机具及资讯设备耗材等消耗用品、办公场所环境布置及绿化等经费5万元，资讯软硬体设备费20万元。第二目金融机构检查34万2000元，含交易训练费30万元、通信费4万2000元，共计减列61万2000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4亿1643万9000元。本项提案两案保留，送宴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7项。有关正式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被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天的议程。
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国库署、户税署、台北国税局、高雄国税局、北区国税局及所属、中区国税局及所属、南区国税局及所属、财政资讯中心税出预算部分；二、继续审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委员王荣章等27人分别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案等二案。宣读完毕。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的议程是继续审查财政部等9个单位的预算案和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我们先处理完预算案之后，再处理法案。我想问，为了让我们列席的5区国税局的相关人员可以节省时间，那我们先处理预算案。好，那预算案处理完之后的话，可以请他们就可以先离席，那然后我们之后再来进行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相关协商。那因为财政部还有3个提案跟赋税署还有各国税局的税务奖励金提案还保留的有待协商，那我们现在进行相关的协商。好，我们现在看财政部的789个案，那另外还有关于中区税局的审查结果，我们等会再来做确认。好，第7案是费委员的提案，大陆地区。7893案是一样。那财政部的意见怎么样？好，请司长补充一下。好，各位委员好哦。那有关大陆旅费的部分，我大概简单跟委员做个报告。那我们在106年编了95.9万哦。那主要包含了2大部分，一个当然是研讨会的部分，另外一个是真正我们是要洽谈两岸的一些重复课税的问题。那这个重复课税问题，我们大概分成3块哦，一块是如果两岸协议现在已经签署了，现在等立法院审查通过。那因为它审查通过之后，我们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它全各省之间它执行可能会有不一致，所以我们希望是跟大陆官方谈一些执行一致的细节。那这我们编2团，另外一个是如果台商它真正在大陆面临一些课税的问题，它反映给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跟大陆官方做一些协商。那这一共加起来是编了809000元，另外研讨会的部分编了150000以上报告。大陆地区旅费还是有需要的，删掉吧，删掉。你还是会，对，你还是会要谈呢、啊。全部冻结，不好了，你还
是要让他们有，要不然台商的相关的业务跟那个。不，这个不太一样，跟租税不太一样，租税比较复杂一点，租税等于租税同一种。黄委员。那个这一案哦，我刚刚看到那个细目了，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做一个折中了哦，就是减列的部分就减列三分之一就好了，然后三分之二的部分哦，等到两岸注税协议我们这边通过的时候再解冻。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建议其他委员的高见怎么样，嘿，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说两岸注税协议在立法院没有审议通过，你也没有接下去所谓后续细节的问题嘛。但是如果立法院我们已经决定两岸注税协议让它审议通过的话，那显然就面临到执行的问题。那执行的问题，我们这边愿意，他们那边也愿意。那针对这一些执行面上面的进一步的洽商，让两岸注税协议能够落实，我会觉得这个是好事啦。所以我才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个折中，就三分之一，要三分之二冻结，冻结等到两岸注税协议在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再解冻。我不晓得这样子的看法，不晓得行政部门这边觉得怎么样。来，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就是余委员，我谢谢张委。好，就我看了一下，主要是讨论这个两岸重复课税跟这个租税议题的部分哈。如果行政部门没有行动的话，那立法院也很难去做审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固定要走的一个业务啦。那还有很多就是说台商在大陆，其实也很需要我们官方去帮他们就做官方的沟通。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我担心台商在大陆可能权益损失会更大。是不是可以请提案的委员再考虑，就是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与是，就是不删减啦，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那各位委员，我们冻结二分之一，好不好？不删减就全数冻结了，不删减全数。你总要留一点给他们可以用。他等到要有紧急的状况啊，要待我们再来做冻结高一点的、啊，冻结二分之一嘛，好不好？费委员，我想是不是可以冻结二分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先冻结，然后再看。没有，你先讲，部长先讲。好，那我们说先冻结二分之一，那换后看后续有什么其他的，譬如两岸租税协议也在审了嘛，这样子。不，冻结二分之一是。四委员，没有支持主席冻结二分之一。老几关？那不然我们就送副委员。好不好？怎么样？如果三三分之一，好，那我们那这样的一毛钱都不能用啊，要除非解冻啊。怎么样？报告委员，可不可以麻烦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删三分之一，然后动二分之一，剩下动二分之一，留一点，就是万一啦，嘿，万一临时有什么事情，真的会完全没办法去。好了，那就减三分之一，动二分之二了，动二分之一了。把明年的人来删，费委员可以吗？费委员，可以啊。好，那我们就说七八九三案。我们合并处理，然后删三分之一，然后冻结二分之一，余额冻结二分之一，好不好？好，删减三分之一之后，余额冻结二分之一，好，好。然后有关税务奖励金，分别是赋税署的第二案。五区国税局的三四五案，还有台北市第二案、高雄市第二案、北区国税局的第三案、中区的第二案，然后南区的第二案，一共九案，好，都是税务奖励金，我们一并来做决议，好不好？请问有没有委员因此要做删减？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予通过，好不好？就是五区国税，刚刚讲的这九案都是税务奖励金。好，来黄委员，你来。都是税务奖励金，不能一个给一个。没有，我上一次的我已经说过了哈，去年被冻结的时候要解冻，在委员会好几个月以前我就已经讲过了，说没有法源基础以前，我上次解冻我同意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这边必须要就法制化的作业要加速办理。那今年我的立场还是一样，但是我没有说要把它删除。那我提出来的提案啊，是全数冻结，那等到有法院依据以后再解冻。好，费委员，这个案子啊，不，我跟大家报告过哈，不可能有立法了啊。有法院的话就，就如果说等这个黄委员给你。跟大家报告了，这个如果说你要等法院过才过，这行动就是把它永远冻结了，就永远冻结。所以我这个因为类似这种案子，至少讨论了我在财委会十二年，已经讨论十二年了，真的，好不好？所以还会十二年，能预估是还会再讨论十二年。来，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郑委员。我赞成会委员的讲法，其实这不可能有法源依据啊。那假设我赞成的话是，假设要冻结就冻结一部分了，比如说三分之一等等或者五分之一了。那假设说要有法源，那等于就是删掉了。谢谢。那余委员，请问一下，这个奖励金是不是也是明年年初就要先发放的，还是什么时候要发放？每年什么时候发放？来，请回答。这我说明一下好了，委员，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税务奖励金其实它是这样，它大概就是每半年的时候会做一次会议的检讨，然后看大家执行的绩效，然后才做核发。所以原则上我们通常都是七月、六七月，或者是年底的十二月的时候开两次会议，然后就把它会议决定核发的时候才核发。那也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税务奖励金以我们赋税署编列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给我们国税机关，还包含我们地方税的各级人机关他们的执行绩效，还有就是他们为民服务的效益，所以还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是，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的确是有一些检讨的必要，那是不是就说以冻结的方式，可能冻结三分之一的方式，然后提出检讨报告之后再解冻？对，请问一下。大概每一个人多少钱？平均就是一年呢、啊？每个人大概就是一两千块，然后也一年大概两。我们现在是以每一个同仁一千元做基础来编列，对，一年一千元来做编列。那但是因为他核发的结果，当然有些他绩效比较好或表现比较优异，他可能会领多一点。多到哪里？多到多少？多到顶多就是两万块，就是一整年大概两三万块。啊，全部预算多少钱呢、啊？预算就是全部包含赋税署加上五区国税局，大概1亿3000万。报告大主席，那个在198页哈，五区五的地方，我有提一个通案，就是针对他们这五区里面哈的整个预算的情形哈，有把它编列一个表哈，就是我提案的部分。那这个提案我是有报告说各冻结哈300万，就是198页底下。右下角有一个编号198页的位置，575的部分，575。好，了解。黄委员是不是？你是不是要发言？我在想，如果说只是做一个，譬如说三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的冻结。然后明年检讨了以后再解冻，我就觉得陷入一个无限轮回了。所谓无限轮回啊，就是我大概可以想象，明年上半年的上半会期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我今年刚进财委会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那到时候又还是说好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先解冻。那当然，其他委员的高见呢，我都尊重，我也没有意思说要因为我一个人的坚持而让这件事情卡在这里。那就看请主席裁示吧。就是说，以我自己的立场，大概是没有法院的依据，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就这样子让他过，我恐怕是没有办法同意了。那看要在委员会里面用表决的方式做一个决定，还是要送到院会里面再去处理，我都尊重。Okay。我们现在表决时代力量还是会在院会的时候提出，对，所以还是，对啊，好，有没有其他委员还有什么建议？如果所以黄委员，如果冻结三分之一，你不能接受，对不对？你一定要要求全数冻结，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九个案子的话，就送院会处理，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即便表决，翁云这边还是会提送院会去在院会还是会做提案。报主席，那个刚才讲的九个案子，但是我们其实附十一那个邱泰元委员提案那个冻结奖金300万那个部分，那个其实也是税务奖励金，所以应该合并起来大概有10个案子。所以附税署的附十一那个也是税务奖励金的部分。那案不处理。他那个是他是扣掉，但是其实他也是属于。等一下，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案子也已经决议不处理哦。哎，好不好？那我们就还是维持原来的九个案子。我再讲一下，我再宣读告一下。我们一共是赋税署的第二案，好。五区税局的345案，另外台北市国税局的第二案，高雄市国税局的第二案，北区国税局的第三案，中区国税局的第二案，南区国税局的第二案，好，一共9个案子，我们保留送院会处理。好，好，另。台北国税局第12案，好，那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它也是大陆旅费，如上一次原来是全数删除啊，那一并是大陆旅费，是不是比照刚刚的原则一并做处理，好不好？大陆旅费的这个部分，台北国税局的第十二案，就是我们3/3，然后余数冻结1/2，不然我要请教你们，好。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予处理，好不好？那我们对，哎，好，我们就维持原来的意义来做处理，然后。另外，中区，我确认一下中区国税局的审查的结果。好，他一共减列340万。好，赖委员，你好像有跟你谈过吗？就三，还是三？上一次是3万，各自3万以后加。30万凑成340万，是他能够自由去弄的，只有30万，不是340万，不是说340万科目自己去调整，不是这样子哦，没有这个事哦，再次把它还原，好不好？还原当初的。好，跟委员，我可以说明吗？没有，我们是这样定的，是各项都按照每一个委员这样删，我们要尊重委员，然后另外加三十万，自己调整，那30万部分有弹性，
不是340万都有弹性，不是这样子的，它代表你们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砍到这个东西，你再讲这个话我们再回来删喽，嗯，不好了，不需要了，三十万而已。好，我们不再重新处理。好，这个上次已经有过相关决议了。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全部都已经处理完了。好，那我们来宣读处理的结章的结论。好，现在关于预算的这个部分，预算案已经协商完成，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案的协商结论。宣读财政部等九个单位预算案审查协商结论结果如下：财政部第一到第五案合并删减50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七案、第八案、第九案合并处理，删减1/3，其余的冻结2/1。第十案车案，第11、12、13案保留送院会协商。第六案、第十四案、第14-1案、第15案、16案、17案、19案合并处理，冻结10/1，并以14案为主。第18案通过。第20案、21、23、24、25、27案合并处理。冻结10/1，并以23案为主。第22案、26案金车案。第28案、29案合并处理，删减3,849,800元。第30案不通过。第31案车案。第32案通过。第33案不通过。第34案、35案、36案均通过。第37案修正，将最后一季并纳入公益彩券盈余，并同分配删除，其已照案通过。第38案修正，将倒数第二季修正为并标明纳税义务人符合申请自用住宅优惠资格之要件，其已照案通过。第39案通过。第40案修正，修正最后一季为原已建立适度关联性的薪酬制度，其已照案通过。第41案、42案均通过。国库署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国库署第一案删减500,000元，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合并删减100,000元，科目自行调整。第5案、第6案、第7案保留送院会协商。第8案改为决议案。第9案、第15案合并处理，冻结10/1。并以第9案为主。第10案、12案合并处理，冻结10/1，并以第10案为主。第11案通过。第13案、14案合并处理，删减16万元，并以13案为主。第16案通过。第17案撤案。第18案冻结10/1。并将倒数第二行财政部三字修正为财政部会同内政部。第19案、20案、21案合并处理，删减100,000元，并以21案为主。第22案撤案。第23案删减50,000元。第24、28案合并处理，改提书面报告。第25案不处理。第26案、27案合并处理，冻结10/1。并以26案为主。
第二十九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一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二案冻结十分之一，三十三案通过。第三十四、三十六案合并处理，删减2500万元。第三十五案冻结1500万元。第三十七案撤案。第三十八案通过。第三十九案修正通过，将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改由直辖市修正为延役改由直辖市，即修正同段最后一行至二页为五页，其已照案通过。第四十案修正通过，修正最后一行至二页为四页，其已照案通过。第四十一案修正通过，将最后一段最后一行财政部督导进行，于106年2月底前完成等字修正为财政部会同卫生福利部督导进行，于106年4月底前完成，已照案通过。第四十二案修正通过，将最后一段第一句财政部国库署修正为财政部国库署会同卫生福利部，及同段最后一句之由财政部督导进行，于106年2月底前修正为由财政部 会同卫生福利部督导进行，于106年4月底前，其已照案通过。国库署协商结论如下：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户税署协商结论如下：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三四案均撤案。第五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六七案合并删减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八案撤案。第九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十案冻结230万元。第十一案撤案。第十二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三案删减10万元，在大陆地区与国外理会科目间自行调整。第十四案改为决议案，提一份书面报告。第十五案冻结185000元。第十六、十七、十八案合并处理，删减100万元，剩余的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九、二十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二十一案、二十二案、二十三案、二十四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并以二十一案为主。第二十五案通过。第二十六案修正通过，从案有的第二行不仅浪费行政人力等句开始，修正为中央健康保险署课征检讨目前课征机制，如需财政部户税署协助，财政部户税署应配合办理，必减少还手行政程序并收稽征之成效。另说明事之倒数第五行建议户税署与健保署应严拟，修正为建议健保署应严拟，其已照案通过。第二十七案修正通过，修正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之三页为六页，其已照案通过。第二十八案通过。五区第一案、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撤案。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保留送宴会处理。第八案五区各区电子处理及应用分支计划之资讯服务会均冻结十分之一。台北国税局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处理，第三四案均冻结十分之一，第五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一案合并处理，删减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六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七案撤案，第八案不通过，第十二案通过，第十三案删减100万元，第十四案删减50万元，第十五案通过，第十六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七案通过。高雄国税局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删减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处理，第三案删减149000元，第四案、第五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六案、第七案合并处理，删减20万元，第八案、第九案合并处理，删减55000元，第十案通过。
第十一案、十二案合并处理，删减十万元；第十三案、十四案合并处理，删减二十万元；第十五案撤案；第十六案删减十万元；第十七案删减十万元；第十八案撤案；第十九案删减十万元；第二十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十一案不通过；第二十二案、二十五案合并处理，删减五万元；第二十三案、二十四案撤案；第二十六案、二十七案合并处理，通过；第二十八案、二十九案合并处理，删减六十万元；第三十案、三十一案均通过；第三十二案、三十三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北七国税局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删减八十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冻结十分之一，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三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四案冻结十分之一，第五案删减一百万元，第六案、第七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八案不通过，第九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案删减三十万元，第十一案删减八十万元，第十二案删减一百万元，第十三案删减十五万元，第十四案通过，第十五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六案删减五十万元，第十七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八案前述冻结罗东基征，前述冻结罗东基征所新建预算八千一百七十一万元，并视计划后行政院核定及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中期国税局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删减三十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三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四案删减一百万元，第五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六案删减五十万元，第七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不通过。第十一案删减三十万元，第十二案删减五十万元，第十三案、十四案均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五案删减八十万元，第十六案、十七案均冻结十分之一，第十八案不通过，第十九案冻结十分之一。南区国税局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删减四十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三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四案删减一百万元，第五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六案冻结一百五十万元，第七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八案、第九案不通过，第十案删减五十万元，第十一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二案删减五十万元，第十三案、十五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十四案、十六案、十七案、十八案、十九案均冻结十分之一。财政资讯中心预算案协商结果如下：删减四百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二案、第三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四案保留送宴会协商，第五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六案、第七案通过，第八案冻结十分之一，第九案不予处理，第十案删减二百万元，第十一、十二案均冻结十分之一，第十三、十四案不予处理，第十五案冻结十分之一，第十六、十七案不予处理，第十八、十九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二十案不予处理，第二十一案、二十四案合并处理，冻结十分之一；第二十二案不予处理；第二十三案冻结十分之一；第二十五、二十六案通过；第二十七案修正，修正倒数第二行之六个月为十二个月，其已照案通过；第二十八、二十九案、三十案均通过。以上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报告委员会，我们针对今天审查的预算案做如下的审查结果：
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于财政部、国库署、赋税署、台北国税局、高雄国税局、北区国税局及所属、中区国税局及所属、南区国税局及所属、财政资讯中心税出预算部分，除照协商结论外，其余部分均照列。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结果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通过。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的协商。好，那请跟法案协商无审查无关的人员就可以先行离开。好，请与法案无关的列席人员可以先行离开。好，请留下来的或者是要离开人保持会场的肃静，好不好？我们要进行法案的协商，所以请大家不要在会场里面聊天。好，保持会场的肃静，谢谢。先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在这个法案在上次的协商，已经达成共识的部分有包括法案的名称，还有第一条、第二条、第一章的章名、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还有第二章的章名跟第八条。另外有关于第七条的这个部分暂时保留。好，所以大家，我们从第九条开始协商，好不好？等会保留的这个部分，我们再回头过来处理。那个江委员，那个主席，上一次哈，我们在审到第四条第二项的时候，有做一些调整哈。那个时候那句话里面哈，叫做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最近一年全国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我有行文去主计总处啊，他给我一个答复，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个平均两个字多的啦，因为你讲的是那个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资。那既然讲的是可支配的这个中位数的60%，前面那两个字平均，它意义上会是混淆的啦，嘿，所以那两个字应该要拿掉，谢谢。主席，我来讲一下啊。上次大家要用中位数啊，我们实际拿的数字啊，来参考一下。平均数好像48000，后来没有登。中位数是45000，当然你说描述事实了哈，描述事实人民的感受，用中位数啊，是描述的相当的比较相当的大家的接触到的东西。可是如果说你要对这个人，我要给他补偿或者是补贴，对他有利的是平均数了啊，所以我建议，我把这个观点讲给你各位听。中位数就是中位数，就是或中位数落到那个 category 人比较多的地方。可是因为啊，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说对高所得的人，他会
它会影响到大家的平均。我就说你描述一个事情用这个中位数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可是对他的权益你要给他一个差额的补助，我建议啊用平均数会比较好一点。了解，了解，好，谢谢费委员提供的意见。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处理这个部分。好，如果各位委员不反对的话，我们把平均两个字拿掉，好不好？那关于上次有决议的这平均这两个字，好，就是近一年全国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事实上没有平均的概念。好，所以就平均两个字。刚刚，嘿，是，我这个表达不清楚。这个是啊，当然中位数，你看中位数，务须再标示平均啊。当然中位数很，我们表达啊一个平均的观念啊，或者是平均值的观念，用三个数字来名词来表示，一个是中位数，一个是中位数，一个平均数。如果完全按照常态分配的话，这三个数字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这是理论上理想性。中位数按照现在的现实状况，中位数的数值会比平均数要低。那当你要给人民权益的时候，人民权益当然用平均数，他会给拿到的比较多。举例，他现在的所得40000块，我要说我给他中位数啊，这个差价，那是给5000块，就45000，中位数45000嘛。如果按照平均数的话，你要多给他多少？那要给他48000块，这个是对人民是比较有利的了哈。我是觉得我们在立法的时候，不要怕麻烦，但是要给人民有利的方向来思考。好，谢谢。但我们两个部分来处理哈。一个部分是有关于平均的这一个不，这两个字平均拿掉，大家有没有意见？应该没有意见。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刚刚费委员所讲，财政部这边，好，有没有意见？部长可那个各位委员，那个如果是用那个平均数的话，事实上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讲的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其实是我们考量，就是说包含我们的免税额，还有标准扣除额、薪资特别扣除额合并计算的结果，比较能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中位数的金额。但是如果用平均数的话，就会变成整个拉高，事实上就超过，就是以目前的平均数大概30几万。30几万的话，大概就会超过，远超过我们现在那个刚才标准扣除额、还有免税额以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的合计数。但我们很赞同这个那个费委员的想法，是希望给民众更多的权益。但是这个就变成说，我们的税收损失可能会跟非常的大，而且会跟我们现行税法的规定有点，就是说它的范围 cover 的比较多。就是刚才委员讲的，像刚才讲的这个，以30几万来看的话，以我们目前大概平。对，个人，他是个人，所以他这个金额就会。个人的话，中位数是多少？个人目前是，25万9，这样26万，对，中位数，30万3000，就是委员讲的会多4万多块出来。政府那么有钱，多收那么多税干嘛呢？就是发给人家嘛。没有，我觉得那个费委员的意见吼是可以值得就进一步思考，也就是说当初我想大家会这样子定吼，是跟社会救助法那边呢，它规范的模式是做个相连结啦。我就想说，如果费委员同意的话，我们就还是以现在的规范模式去维持。那未来是不是说就整个能够跟社会救助法全盘的检讨，然后要用平均数来加以取代？我觉得这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副委员，可以吗？我们先这样子您看看，未来如果在这上面，我先不讲话，我思考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我们把平均两个字拿掉。好，那然后余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照上一次的决议先通过。好，然后戴委员不在哈，
本来第七条只有一个部分了，就是六个月还是三个月，因为赖委员，在最后面，倒数第二项，纳税者得在从事特定交易行为前，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向税捐稽征机关申请咨询，税捐稽征机关应于六个月内答复。赖委认为三个月，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经过这几个礼拜，是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那个三个月时间，说实在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急迫一点，而且因为像我们这个提案，其实重点都是在一个特定交易行为，就是一个新兴的行为，它有点类似预先核试的制度，所以不是现行的有的交易模式，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维持还是六个月？因为我们目前税捐法也是规定六个月。好，我们先保留，等会赖委员回来了之后的话，等我们回头过来再来做协商。好，接下来我们从接下来我们第九条，好，第九条有江委员的修正动议，好，另外是时代力量的第十条，好，本席的第九条跟时代力量的第十条，然后好，财政部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意见？然后曾委员，我请教一下问题啊，就是现在的规定是说，做成的解释令、函令，还有其他行政规则，除涉及公务机密、营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以外，渐渐公开。现行的规定啊，几乎都公开呢。那你这样的规定的结果是限缩还是放宽？现在几乎的你的所有的行政规则、解释令、现行规定哦。几乎都公开啊，没有不公开的。你这样修的结果是限缩啊，不是这个放宽呢。那个财政部可以说明一下。现在几乎都是不是几乎啊，全部都公开啊。各位委员报告，其实这边原来那个不管是我们王委员的提案，或是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其实他都没有，他只是把那个除外，有些除外规定，就是包含公务机密、营业机密或个人隐私，那其余还是都公开的，应该是没有跟我们现行的做法其实是一致的。现在有公务机密、有营业秘密或个人隐私有不公开的吗？因为既然是个行政规则，如果是我们发布的解释函令，一定就是公开的。对呀、啊。除非是有真的是那个解散令，一般不会有所谓的公务机密、营业机密或者是个人隐私。对呀、啊，那是不需要。但是委员这样子规范，其实是跟我们现行的做法是一样的。事实上是有、哦，是。好，你们解释函令有你们的，就说解释函令，事实上是有不公开的。有没有函应该有不公开的啦？函针对个案。个案。令是没问题，令是要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周知。所以，因为这里函令嘛，有函，所以说，这个可以接受，函是可能有。好，那。但是基本上都要公开。对，以公开为原则，那然后，公开的这个部分是例外，除非是以上的这些条件才会例外。个人对，就是。公务机密、营业秘密跟个人隐私以外，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公开的方式、范围跟应行公开的期限，好，这个部分的话，也由主管机关来定定。委员的提案第二项哈，这个部分我们是建议说，因为我们现行其实都是依照这个像行政程序法有就是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相关规定来做公开，是不是还需要去另外定一个主管机关定这个规定？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第二项是不是可以保留，不要定，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是已经就是按照相关的法令规定需要公开的程序，我们都有了。那如果再另外定，是不是反而会可能跟行政程序法或政府资讯公开相关的规定会有重叠？所以我们是建议看是不是可以这个部分可以表示。现在的运作的方式哪边有问题？事实上，政府资讯公开法它没有限制未公布的函释的效力，好，那而且就是说没有定期检讨函释的正当性，好，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部分的话，会应该要有制定的空间跟必要。好，就是我们的政府资讯公开法没有限制未公布函释的效力，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公示公布，那个江委员另外有临时动议，是不是江委员？没关系，要不然。江委员，好，主席谢谢。其实我的修正动议里面哈，那也跟这个财政部哈也在协商，就是研究过这个条文怎么写了。刚第一个讲到就是说，有些针对个案的一个解释函有没有？那在我的动议里面哈，就是有这个精神放进去了。他没有依照那再加上财政部的这个修正建议，行政程序法以及政府资讯公开法或其他的一个方式。他在这里已经有做了限制，所以个案的解释函如果在我的修正动议里面我而写的是没有去不能够去援引作为他案的一个使用了，我想这样子的话应该就能够比较妥，应该怎么讲比较完整的啦。好，怎么样？不知道委员，我们如果把它写清楚，就是今天我们发的这个财政部建议修正的条文，把它写清楚，说你如果未依行政程序法160条第二项、政府资讯公开法第八条或其他适当方法公开者，税捐监督官不等作为他案援用。不知道这样子的修法，委员会不会觉得，是不是我们还要另外去定一个主管机关另外定一个规定？因为我们另外定的话，其实也是不会违背这相关的法令规定，也是在这个程序，也是在这两个法令规定的程序范围内来做处理，是不是需要另外去保留第二项的规定？各委员的意见，好，可以吗？好，另外 ，OK， 如果这样子的话，把那个文字，有我们在那个今天的那个最后一个对最后一栏最后一栏，第九条对，好。好，那各委员，第九条我们是不是照？那个最后一项啊，中央主管机关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定期，对不对？那这个能不能定个期限？有一些很久都没有 review 了，能不能定个期限？比如三年或者是几年？有些真的你过期哦，太久没有检讨是不合适的。你这既然写个定期啊，是不是个？当个四到五年是吧？要不要定个期间？因为很多哦，你一忙哦，你很多那个解释令哦，太久哦，那跟事实会脱节。我就是既然要定期，定个期间会好一点。就四年。来，黄委员。我们现在那个最后一项的方向是按照江委员的建议用因，还是财政部的建议用德？你说第几项？就是现在在讨论的第九条的最后一项嘛。看一下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要按照曾委员的建议，把时间写上去的话，他那个逻辑上要采江委员的版本啊，这样才有意义啊。你如果前面已经是得了，后面再加一个时间啊，这个非常的怪啊。那我如果有适当的时间，我譬如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做了。如果要加时间上面。硬性的规定的话，可能要采江委员最后一项的规范体例会比较 make sense。有道理，那不能得要用硬啊。我们其实也很赞同用江委员的提案，但是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因为通常像我们这个，我想，我们这些法令延审哦，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像我们的土地税法，我们最近才做了土地税法法令的延审。我们开了13次的会议才审完，那很多委员因为每一次像这个，像邀请这些委外的研究单位，因为事实上因为我们的经费有限，所以每次以前我们也曾经就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令研审，那因为经费真的
编列的经费有限，所以每次出席的费用都只有2000元。那所以以至于就有很多的委员其实也排斥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法令研审，因为其实真的很辛苦，他变成要就我们所有的法律汇编，每一个解释都要全面的了解，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改变投审会每一次审查也是2000元。不过我们这个次数比较多，对。对啊，所以每一次2000元嘛，不是一次只给。我们只有1000块啊，不是2000块。好，我想那个不是那个是预算编列的问题，来江委员。谢谢。本来我的修正动议当然是希望能够全面的啦哈。不过刚刚哈，我就是建议赋税署你实际上虽然有那种状况哈，可是你这样提出来的话就不好了，会变成说有些解释函令，对不对？你要去委托研究，有些不用。那他有个讲法，后来我是接受了哈，因为这么多要去做，好，不能以考量成本来作为这个你的这个原因，好，不能做的原因。但是毕竟实务上有疑虑的要去做了。啊，其他大部啦，哈，可能高达70-80%是不用去的。那如果你写一个因的话，变成全面都要去做。所以我是有帮有接受他们在实际这个考虑，好，比方说是这个立法机关，哈，或者说一般民众，他们在遇到的有争议的，都有提出的话，然后他们就有一个稍微一个考量，那把那些都优先的来去做这个研究法令的相关的这些规定意旨，或是纳税义务的这些说明解释了，以上，谢谢。来，郑委员。那这个第三项，我觉得很重要了，因为假设你不定期去检视它有没有过期，跟社会上的实务有没有脱节，那文字上啊，看看怎么弄啊，给财政部去修正了、啊，我就重要的部分，你也不要全部。文字怎么修啊？是不是你们去把它修？那期间4年，但文字怎么修了、啊？你们是不是研议一下？等一下再拿出来。中委员的意思是两个原则，一个部分的话是每4年定期来做的检视，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是不是所有的全部？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有保留的空间。所有的解释函令，我们刚才同仁有想一个文字，就是说可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中央主管机关应每4年检视解释函令有无违反法律之规定意旨，或增加法律所无之纳税义务，并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办理，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对吗，钟委员？不知道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可以哈，好，好。第三项的话，又改为中央主管机关应每4年检视解释函令有无违反法律之规定意旨，或增加法律所无之纳税义务，并得委托外部研究单位办理。好，那各委员，所以这9条，我们按照江委员的修正动议，然后做然后财政部的就做建议字做相关的就做修正，好不好？我们就这样通过。再来，我们进行第10条，我本席的第10条跟时代力量党团的第11条和12条的这个部分，问我们刚刚一下财政部的建议。好，第一个部分的话，财政部希望能够增列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主席，不好意思，我那个第11条正当程序保障的那个条文啊，
财政部是不赞成立，还是主张要立在其他的地方？来，财政部请做一下说明。跟委员报告，就是关于那个黄委员的这个第十一条第一项，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纳保官的部分，我们已经把它修正，建议修正成是要由我们税捐基金专由专责专人来办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去了。这是两码的事情啊，就是你在纳保官的部分，那个是纳保官他的行为义务有什么？但是我在这边要建立的，基本上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啊的条文。那你们主管机关要怎么样落实这样子的保障，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啊，所以我才在问说第十一条你们是反对还是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考虑？没有反对吗？等一下，好，所以时代力量党团的第十一条，各位，嗨，各位，好，你们研究一下放在哪里，还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列一条，好，就是按照顺序，还是要并到哪一条里面，你们再研究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就第十，我的第十条跟时代力量第十二条。好，第一个部分的话，在第一项里面的话，增加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第一项就照。我们在第一项的这个部分就做增加。第二项都一样，嘿，第三项同样增加指定人员的这个部分，好。那除了。因为第三项哈，第三项两位委员的部分都是有一个说，我们税捐基金官违法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课税或处罚之基础。嗯，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想建议财政部想说，可不可以做一些文字的调整，就是，在我们那个所取得之证据后面加一个除法律别有明文规定者外。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权衡之均衡维护。那这个其实我们是参考这个，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4的规定，因为在这个158条的规定里面，其实它并没有就是全，就是如果说你都否认这个证据能力的话，会唯恐造成这个轻微，只是轻微的程序违反，也变成一个排除适用。所以而且就是说，像我们在做成行政处分之前，假设没有给纳税义务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但是他确实有重大逃漏税的情势的话，如果我们这边都全部就是排除他的处分的话，是不是会我们是担心会可能违反课税公平正义，还有比例的原则。那另外，因为刑诉法里面本身它有一个就是说，在认定有关违法取证不得作为证据的部分，其实它都有上规范了，就是说要审酌这个人权的保障以及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并不是一概认为说它是没有证据能力的。所以我们是建议看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参考刑诉法158条之4的精神，我们做这样的文字修正。对不起，我跟您讲一个部分是。而同样的，在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之2的这个部分，有关与不正讯问排除的，就是说规定，在税法里面是没有的。来，黄委员，不是，如果哈，财政部在现实上面的执行啊，哈，认为说违法取得证据没有证据能力，这样子的一个一律排除的规范，在实务上面，他们认为操作有困难，要有权衡的话。那你这边的除法律别有明文规定者外，
你指的是什么状况？我们可能到时候要再多花一点时间跟精神哦，把违法太样啊、严重的条文啊，是绝对一律排除的，要一条一条的把它给列出来。那要不然你们这样子写，你在这边写的除法律别名有规定以外，那你指的是你的法律别名有规定以外，你是要往加严的方向，还是放宽的方向？委员报告，我们这边讲的那个除法律别有规定，应该是我们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条之，我们有一条就是说，如果是违法那个取证的话，那是不能够作为这个不能作为科税的证据，在十一条之六，他说税捐稽征官故意以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自白跟事实不相符的话，不可以作为科税的。那你那个范围也太少了啊！我在讲嘛，如果我拿那个录像影机去家里面偷拍，有符合你现在的规定吗？没有吗？不是啊，你们当初哈税，对嘛？你哈说到时候要审查，我现在就跟你讲了，就是你们当初立那个税捐稽征法第十一条之五，在实务上因为这条的规定而被排除证据能力的案子有几件？我就问这个具体的问题就好了。没有啦，有学者有统计啦。到目前为止，按照你们这一条，真的被排除证据能力，实际上面的案子是 zero。你印象中有过吗？实务上就是因为那个不能作为证据，所以我们稽征机关其实都不会用那个作为证据来做处分啦。就因此而没有对，不是，就是因为税捐法已经明定了，你就是不能拿那个就是不当，不然后取得自白。我就说你们因为引用税捐稽征法这一条的规定，而至于就是说它的证据力无效，好，跟我没有申过，好，然后我直接就做排除了。这是两件事情了。OK 哈，那个如果说要保持弹性的话了哈，我在第十一条，我们本来不管是王委员还是我们提出来的条文后面，我让你们加一个但书好不好？哦，就是说但依其违法之情事。依其违法之情事、哦、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显有违公共利益之达成者，不在此限。那个具，如果这个方向啦，吼，财政部也赞同的话，就给我一点时间，我等一下把那个法条的文字再写得更细一点，嘿。好。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从黄委员的建议那个部分来做文字上面的调整跟修正，好不好？那这是在第三项的这个部分。然后第四项后面还没意见。第四项我没有意见。嘿，请。请说。说一下，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些文字修正啊。这个第四项，因为前面王委员的提案是说，核课税捐核课中断哈，就是第一行的中断，税捐核课或财罚处分前，然后黄委员的提案是或处罚之要件事实，所以我们是说。是不是这个改成处罚就改，而且前面像第二项
第二项我们这边也是讲处罚，然后第五项也是讲处罚，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修正成或处罚钱？我们希望改成税捐稽征机关为税捐合课或处罚钱应给予纳税者，是是，如何如何？是，黄委员可以吗？可以，好 ，OK， 那我们四项的这个部分就照财政部的建议内容，再来第五项。第五项的部分，黄委员跟那个王委员的意见其实都一样的条文啊，但是。黄委员这边是有加个但书，就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条或行政法法，对嘛，法法第42条，不是，对不起，对不起，都其实他们，王委员跟黄委员的条文都一样，那我们这边是想建议说有一个排除条款，就是除了符合行政程序法第97条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记名理由外，应以书面或程序名理由及法律的依据。那这一条我们建议保留的，建议修正文字的原因呢，是因为，是因为我们这个行政程序法的第97条里面呢，在有一些是属于大量，譬如说，譬如它有一些排除规定，譬如说我们是属于，有一部分的税捐处分文书，它会有大量做成同种类行政的处分的特性，例如我们的地价税或者是房屋税这些抵撤税，那它开征的当时，其实它的行政行为本身已经足以表明它的理由，而且是透过这个电脑核定以及开征，所以正确性高，所以我们是建议可不可以参照那个行政程序法第97条的规定做个除外规定。不知道这样说明的，我们送达的目的是在让处分的相对人能够知道这件事。这边因为，对不对？然后，但是现在的就是说公告的规定，当事人几乎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知道的可能，没有知道的就是说可能了，在没有办法明确限制哪一些处分得例外公告送达以前，那然后用公告送达。的例外，是不是会放得太宽？哦，不是不是，委员，我们现在讲的条项好像不太一致。九十七条，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五项，对，一二三四五，委员提案的第五项。好，就是讲到说，应以书面叙明理由及法律依据，然后送达于处分相对人或其指定之代理人。那我们这边是建议说，这个可不可以排除但书。97号但书的规定这样子，就是包含同居人、受雇人，是或应送达处所的接收的邮件人员，对不对？不是，就是有一些他一定，我们这边说每一项都要书面嘛。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些是属于大批开征的行为，那些可不可以，还是依照行政程序法97号的规定，就排除他必须要逐案去用书面叙明理由或法律依据。可以，黄委员，黄委员，可以吗？还是在第十条的第五项。第十条第五项。王委员的第五项，对，也是，对，也是委员的第五项，对。可以啊，你们做这个排除，我觉得 OK 啊，因为规定在行政程序法里面了。好，第五项，好，那我们第五项 OK， 就照财政部建议的政委，我那个对不起，我第一项，第一项的部分呢，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的人员，他是你们指定是那个稽核组吧？对，但是我可以理解是稽核组。但是你要指定这人员范围非常宽呢，对不对？你的会计师行不行？
所以变成你指定人员了，那个范围会非常宽。但是赋税署要的是稽核人员嘛，稽核组嘛，文字能不能做适度的修正？以前就这样子，旧的用语就这样的。OK， 好，旧的用语就这样，其实就是稽核组了。好 ，OK， 好，好，谢谢。好，那第六项。像其实我们只是加了一个货公告，那在这边说明一下，主要就是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大批开征是属于像所得税法的80条，还有81条第三项，以及我们现在加执行营业税法第42条之一第三项。因为这些呢，有些就是他申报完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并不会逐案做送达。那有些是用这个公告的程序，因为大部分的案件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一申报认定的，也是一申报退税，所以我们就是用公告的程序来替代这个就是书面的这个公告，所以是不是建议可以加上这个公告两个字？因为有大批案件，像我们综合所得税的案件非常的多，600多万户，那很多大部分的。只有大概我们大概补税金额都大概只有70-80万户，其实大部分的案件都是用公告就确定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而且这是我们法律上明定的公告方式，不知道可以让我们维持加一个公告或公告这个方式。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就加或公告，好不好？在第黄委员的建议第三项的修正内容，我读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第三项哈，就第十条第三项，如果修正成为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人员违法调查所取得之证据，不得作为认定科税或处罚之基础，但违法取得证据之情势不甚严重。排除该证据之使用明显有违公共利益者，不在此限。这样的明确。没关系啊，我们先条文，然后那个条文印给他们看。执行上会不会困难？这个你们先看一下，好不好？执行上会不会困难？好，我们第三项的内容。等一下，江委员有话。江委员请。这个第十条的最后一项哈，这财政部的建议条文刚刚读到这里，他说前项处分未以书面或公告为之无效。好，那后面说未述明理由，仅得于书院程序终结前补正之。那如果没有在书院程序终结前补正，是不是也是一样无效？是这意思吗？最后这一项这个的法律的意思是这样吗？来，请做说明。第十条的最后一项，比如说你不经诉愿程序舍，仅得于向行政法院起诉前为之。但是如果你不经程序者，你在行政法院起诉前，你没有做好的话，是不是就无效？啊，实务上也是能够达成，可以了哈，是这意思吗？哈，谢谢。好。来，第三项现在可以做确定吗？好，我们第三项先保留，我们进行下一条。好，下一条本席的第十一条跟时代力量的第十三条，还有江委员的修正动议第十一条。对，第一项，来，我们财政部。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一样哈，前面就是包含加一个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调查人员。
那我们这里只是加了一个除外规定，就是建议说除了通知调查将影响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然后备询事由，然后加上这个委任代理人，我想这些都跟我们现行的委员的提案内容其实类同。那只是这边我们为什么加一个除外规定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调查有些它有些就是它是属于就是我们实地稽查的行为，像譬如说有纳税人我们去做这个营业处所的就是像消费稽查，那这个呢我们就不会通知他，就是譬如说纳税人发现说某个营利事业也许他检举，或者说是他也许他的这个某个营业人他事实上他的营业活动已经非常的频繁，应该要开立发票，或者有人检举他没有依照规定开立发票，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派我们的同仁去做实地消费稽查。那实地消费稽查这种我们不会事前通知的，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机动性的调查。那这个部分如果可以，因为这个不是用书面，不会用书面程序办理，所以我们是建议看是不是可以加一项，就是它会影响稽征或调查目的。那原则上我们其他的部分都是用书面来通知。这以上补充说明。第一项的这个部分我可以你政委。文字会有点问题啊，内容没有意见了。你那个主旨是前面是税监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户税署指定是调查人员，你变成是那这个是调查人员出了函吗？不是，所以那个不是指定人员，那个应该是户税署出的函，所以这里就不是户税署指定是调查人员，对不对？可能就只有户税署哦。谢谢。洪委员，因为这个条文在实际上面的运作的时候，我有实际的亲身经验，然后他们在解释的时候啊，解释的非常的广泛，所以我并不就是说完全排斥增加这个例外的规定，那可不可以？我建议把除通知调查将影响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那我把文字修正成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把影响改成无法达成这四个字，那你们要处理的状况也落在这个法条的设成范围里面，这样好吗？好。黄委员建议做这修正，就是除通知调查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好不好？做就是就财政部建议的条文的文字做这样子的修正。那第一项我们就这样子决定，第二项我那个主题要修啊。OK， 就说税，对，就税追。这里面或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之调查人员，只有到赋税，只有到赋，把指定之调查人员这几个字删除，好，就是税捐稽征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好，于进行调查前，除通知调查无法达成将无法达成稽征或调查目的者外，应以书面通知，如何如何如何，好不好？来，再来是第二项，调查者或其代理人，经税捐主管机关或财政部赋税署之许可，得。所以他的辅佐人。辅佐人可不可以到场接受调查或备询，是由税捐稽征机关或者是赋税署来决定。委员，抱歉，这个因为就是参考我们现在税捐稽征法的规定啊，但是其实是不是一定要我们同意啊？所以我现在是说不需要经过我们同意，对。对。对。为什么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如果他觉得他有需要，
维持秩序。其实这只是怕他聚众的考量，对，怕他带了聚众来跟我抗议，或者是因为有些是不理性的纳税义务人，他们可能会，所以我们当时是说希望经过我们的许可，不过这个当然是经过我们的许可，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啊？你要达成你担心的那个状况的排除，真的是绝对不适合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要件啊！你不能够把说在法庭上面辅佐人之出现啊，那必须要得到审判长同意的 concept， 然后把它移到说我到税捐稽征机关接受调查，找一个辅佐人去把它移到这边来加以使用啊！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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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恰当的一个类比，哎，对。在这里面的话，像以障碍者的情况，我如果需要手语翻译或者是听打，那我自己带去都不一定可以了。那我们到时候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陈述，也没有办法说明。还是说，如果我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我们税捐稽征机关或者是代理人，或者是赋税署这边的话，都会准备。那。你许不许可会告诉我吗？会在通知我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带辅佐人？要不然我带去了，你跟我讲说不行，不准进去，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部分就照委员的意见好了，好，好不好？那我们这一项就照委员的文字。好，那第十一条的话就照另外等一下，江委员的修正动议。江委员的修正动议，好。就要比照警讯程序，得要求在过程里面录音录影。好，那当然同样的，税捐稽征机关也可以自行录音录影。但是要告诉对方。嗯，来。主席。江委员。我同意那个财政部。后来对我的修正动议再提出的这个文字修正了，哦，对了，他后面有加了，啊，最后一项，他在我原本修正动议，他外加了一个有正当理由且经记名这个笔录者，哦，不在此限了，这个我同意了哈，哦。什么正当理由？他要提出什么样子的正当理由？对，那个就是停电嘛，但是现在就是说，我要有提出正当理由，才可以录音录影。那理由正不正当，由谁来决定？是原则上是要录音录影，只有正当理由的时候，而且记名如才不可以做录音录影。才可以不录。对，那是但数是排除，不可以不用做，不然因为原则通通都要做。因为原则上我们虽然排除，但是我们还是会做笔录的。好。江委员同意。好，那个就其实你参照那个刑法这个100条之1有没有？它里面的相关条文的意涵也是如此的。谢谢。就财政部加注的文字一样的意思。嗯。对，我在这边来讲，财政部建议条文是被调查者得请求。税捐机关到场调查过程进行，好，他可以请求，所以调查机关，税捐稽征机关可不可以不准？我只是请求。我们这边其实是，我们是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是不是可以不要用请求两个字？是因为他是委员写的。对，是不是也是请求，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说调查者要让我们监察官知道啦、嗯，因为有些我们是怕他没有让我们监察官知道，他就自行录影。那自行录音令这个就怕违反，就会变成说，也许我们监察官的同仁完全不知道他在做调查，他在做录影，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他能够让我们知道。那只是委员用的文字是请求，看要不要。嗯。我那个其实应该，这会涉及到你法条怎么写哈，就是录影的主体是谁啊？就是如果是要税捐稽征机关依照他的请求，然后由税捐稽征机关进行录影的话，就会比较像现在的条文。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他要自己自行进行录影。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那个法条的文字或许把它调整成说哈，就是被调查者于告知某一个主体以后，啊，那个主体看你要怎么写哈。就是得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我这样念，跟得上吗？就是说被调查者于告知某一个人，然后得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那你不允许人家自己录影的话，你到时候你会被挑战的，就是你录的录影是那个 camera 到底要怎么拍吼？那个是只有税捐稽征机关可以控制啊。那你如果说这个目的是要去确保整个调查程序是不是合法的，事后采证用的话，恐怕并不适当以税捐稽征机关自己所录的影像来当做最后判断的基础。所以我们先决定一下是谁录，是要被调查的人，被调查者他自己录，好，他在告知之后他可以自行录影，还是说就是我要请，我可以请在我的要求之下，然后税捐稽征机关要做录影。江委员。其实我这个条文这动议的一个意思哈，就是其实你看那个财政部自己的条文的最后一项，税捐机关他如果有录影之需要，应告知被调查者后才能为之嘛。所以其实被调查者他来的时候，他问说你们有没有录影啊？那税捐稽征机关就要告诉他嘛。那有时候被调查者他不一定自己要录，但是你公家有录的时候，他到时候可以请求这个录影哦有没有来作为，因为。我刚提到的哈，他们本来修正我的条文是说，我说税捐机关不得拒绝嘛。他们在前一项他有说，但有正当理由，在刑事诉讼法101条那边写的是，有急迫情况且经记名笔录者，他最后的意思是要写说，如果这个录影跟笔录内容不符合，就不能作为证据。不过那个是刑事调查了，我们这个税务调查被调查者。未必就已经是犯罪或是已经逃漏税了、啊、其实他很有可能今天来只是做一个说明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宽松一点，所以我的意见当然是得请求的话，那他也会问，因为最后一项他也问税政机关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录影，没有的话让我请求要，或是我自己也有那个权利、哦、可以来录影嘛，得是在被调查者嘛，得不是那个、哦、主管机关可那个什么的权限嘛。好，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调查者自己录影的话，然后如果停电啊等等这些情况，他就不能够依责于税捐稽征机关嘛。好，所以在这里，江委员的意思是说，被调查者。然后他自己可以来做录影，对不对？他有得的权利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用这里面没有写说他得请求，那我要录影，他没有写说税捐机关你可以拒绝啊。哎，钟委员，我先请教问题啊。假设受调查者他自己录影，
这个时候有没有法定的效率？假设有的话，我觉得这里还要增加一项处理，因为假设他自己录音录影，也要告知哦，要对不对？要让稽征机关知道啊，你不能自己，所以先要确定哦，他自己他录音录影之后有没有法定效率？假如有法定效率，往下处理就是要告知稽征机关，不然你不能自己录不行啊，所以先确定。黄委员，没有那个。被调查者的自己的录音录影，当然是可以当作证据，本来就有证据能力，这个没有问题了。就是我要自己去证明说，当初的调查程序如果是非法的话，那个举证责任啊，就被调查者而言，到时候他在整个诉讼程序上面要进行举证啊，那你要他举证，你当然必须就他提出的证据方法。当然包括这些录音录影在里面了，这个不用特别的去处，它本来就有证据能力，可以当作证据的一种方式了。假设他具有法定的证据能力啊，那你要告知稽征机关，你也不能自己录啊，所以我就还要增加一项。告委，就是因为我们在定这一条条文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说调查的人。这个秘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调查税监本身就应该保密，然后有可能说涉及到其他个案的问题，那这个个案如果说当事人把它公开的话，其实会涉及到秘，我们是怕被调查者他公开，所以在维护我们这个调查的任意性跟这个正确性的时候，我们稽征机关来做录影就可以了，而不需要，我们是希望能够限制当事人录影的权利，这样子。法务代表。我是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所有刑事案件不管是在那个警讯或者是侦查中啊，或者是审理中，都不能自己录。那如果你现在在这里开放自己录，恐怕会引起相当大的混乱，而且加上那个财政部的先进讲的，我觉得也要考虑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进行的顺利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说这个严谨性可能还是用机关来录会比较恰当。大家如果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黄委员可以接受，就是我们还是让税监稽征机关来做录音录影，而不是让被调查者自己。没有啦，我这样讲好了啦，就是你如果要把那个证据方法限制在税监稽征机关才能够录音录影的话，我的预测啦，接下来会有很多争议了。我所谓接下来会有很多争议哦，是说到时候大家会去争执啊，他的录音录影没有呈现当初他所要争执的那一个什么，当初争执的那一个面向嘛。那因为录音录影到时候镜头啊怎么抓，那个是掌握在税捐稽征机关啊的手上，接下来的争执。相信我，在诉讼上面会非常非常的多，嘿。目前在刑事，华部就是确定了，现在刑事上没有嘛，对不对？不准当事人录影嘛。是，而且在这个录音录影产生争执的很少很少。很少，因为他就没有了。按你吼在讲的是，就是刚法务部的代表讲，你如果指的是针对诉讼程序的那个部分啊，我完全同意啊。但是你说针对现在第一线的警察执法人员在执法的时候，他的执法是不是有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是不是有违法？什么时候规定？怎么可能只有警方现场的收证录影带能够当作证据方法？其他在现场的人，大家通通都在拍啊。那这种事情从以前，不管是集会游行的案子，还是其他的案子当中，它所呈现的已经太多了。我再讲一个可能比较伤感情的例子，是我们当初在审劳基法的时候，那到底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你真的要用立法院那么装着那么远的麦克风，只听得到麦克风的声音来辨识，啊，人家提出其他的证据方法，啊，明明就听到有异议啊，
然后你立法院录的那个袋子，因为主席用麦克风收音最大，所以都听到没有意义的声音。那你要排除那个客观事实说，说啊，人家就有袋子呈现，当初现场就有人有异议，你要去排除那个证据吗？不能够这样子做了。就是说，江委员他提的这个版本利益良善，所以他可以要求就是税捐稽征机关来进行录音录影，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那你要去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在这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当中去建立一个原则，说被调查者他自己不能录音录影吗？我对于这样子啦，如果这个原则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当中去立下来的话，我个人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安的。哎，好，我想录音录影的这个部分，除了作为证据以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作为记录。那而且刚刚也讲到被调查人他不一定就是犯人，对不对？他只是在就是说调查 的过程之中，所以如果这是第三项哦，如果第三项的话，我们把自修正成为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就调查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音录影，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正当理由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可不可以？那这个只有那个，那你然后再下一项的话，就是税捐稽征机关有录音之需要，亦应告知被调查者后为之。就是两方面都可以录音录影。可以啊，好不好？我再把这个再念一遍：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正当理由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好，那下一项就是稽征机关有录影录音之需要，亦应告知被调查者后为之。好不好？就是双方都可以录音录影，如果觉得有这样子的必要的话，好不好？三四项，主席，你刚刚这样讲的意思哈，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的主张是，这个被调查人有没有他告知税捐机关之后，他自己可以录影录音，这样才不会变成说他是秘密录影录音啊。这法务部新闻稿也有出解释的，对啊，秘密的话他们是不接受，但是说我告知你们，我自己要录影录音来保护我自己，那。至于未来会遇到这个法律上的任何的其他状况，那是未来的事了，那没有办法，全部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够处理。但我也可以要求这个查税的这个机关有没有要录影录音啊？我也有这个权利要求他们啊。不然如果刚这样讲，我只是告知他们说我自己能不能录音录影，不是只有这个权利而已啦。那税捐机关他自己会决定说。好，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你要录音录影的话，税捐机关他自己有权利去说我要对你录影录音，或是我不对你录影录音。只是他最后一项说，那我如果对你录影录音的话，我也会告知你。江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我除了在告知之后我可以录影录音之外，我还可以要求？就是、对的，因为当事人其实他有。不一样的状况嘛，有的他觉得我相信公家机关，但是你好好给我录影录音，也有这种想法嘛。那有的是你自己录影录音，你公家机关你自己去决定，但是我自己我告知你了，我也要录影录音嘛。不，就是这些都要包括在内。税捐稽征机关他要就是一定要录影录音，我自己要不要录影录音，我自己决定，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还是说？我可以决，我除了决定我自己要不要录影录音之外，
我还可以决定，还可以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是说要做录影录音，是这个意思。是。黄委员，不，那个江委员提这个有道理，那立法技术上也很简单。刚刚主席念的那个第一项的条文，再加上说，易得请求税捐稽征机关为之，这样子的文字，大概就可以把江委员想要规范的意志也把它放进去了。好，我这样子，我对于第三项的这个部分，我再念一次，看大家同不同意。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正当理由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好，那第四项一样，这样可以吗？可以哦。好，我再念一遍。好，被调查者得于告知税捐稽征机关后，自行或要求税捐稽征机关就到场调查之过程进行录影录音，税捐稽征机关不得拒绝，但有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好，黄委员，把这个条文这样我赞成。他那个正当理由哈，我可能要讲，先问一下你那个正当理由取向的规范目的是什么？是防止秘密外泄，还是防止整个调查程序没有办法顺利进行，还是各式各样的正当理由？就是怕当时候如果那个机器设备有故障，没有办法去那个进行，而且这个时候还要考量到秘密的问题的，因为我们课税资料其实是保密的，就如果万一它泄露出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被调查者恐怕不见得是纳税义务人本人，有可能是跟他相关的人，如果他拿去上 YouTube 干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考量到说要不要进行录音，他本来是 OK 啦，那可是问题是今天不是，如果今天是检举人，你是跟他相对方的那个人怎么办？那如果那个正当理由前面啊把它加上啦，但有因维持调查秘密必要之正当理由存在，因为那个正当理由我必须要老实讲，那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你把它作为一个例外，你在法条里面没有做一些限缩的话，接下来在解释的时候都不晓得要往什么方向进行解释了。但有不可抗拒，没有关系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在法条上面没有就正当理由的范围去做一些比较有指引性啊的立事指引的话，你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你接下来要去就那个但书的解释，有没有具体的名字文字？刚刚我念啊，但有因，但有什么？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必要之正当理由者，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我现在就是要把那个例外的，就是他不让人家录啊，的排除吼，我希望能够做一些线索啦，啊，不然那太快啦。我的意思是说，那财政部这边你们要考量一下哈，除了秘密各自的，或是这个可能哈，权力相对不同人的这个保护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正当理由？或者如黄委员这样讲的，全部都限制在有关于秘密的，在刑事诉讼嘛，他写的是急迫性的理由啦。好，有没有你们还有想到其他的正当理由？那天我们做沟通的时候，他就排除秘密。
排除秘密，我们还有排一些那个机器设备突然间故障的时候。这种东西，机器设备不可抗力的，这个不用写吧？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要写的话，我整全国的法律要重新 review， 对啊。好，最后这一项最后的我再念一遍，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好不好？再来一遍哦，但有因维持税捐调查秘密性之正当理由，且经记名笔录者，不在此限。好，好，这一条，我这条第一项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照财政部建议的内容修正通过。第二项的这个部分的话，用本席的的内容，好，那第三项、第四项就照刚刚宣读的内容修正通过。好，再来是下一条，对不起啊，等一下，那个江委员有一个增订，十一条之一。大家看一下，好，就是复查诉愿程序阅览合客资料的权利。财政部做一下说明。对于江委员这个修正内容十一条之一，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只是我们做一些文字上的补充。就是第一项的部分，我们是加了一个在那个不是但书，好，但书的部分我们加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主张或维护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为限。然后在受理机关这边，我们加了一个诉愿机关，受理诉愿机关，因为这个部分是因为江委员的建议是说，纳税者申请复查或提起诉愿后，江委员是说提起复查或诉愿后，得向诉愿机关来申请阅览抄写。那因为有些时候这些诉愿如果已经进入诉愿审议的程序的时候，其实这些档案或者是相关的资料其实已经到诉愿机关去，并不在我们税捐机关，所以我们是建议看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或受理诉愿机关来申请。那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加列一个但书的规定。那但书的规定主要是考量，就是说因为这些就是我们也参考了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条的但书，我们建议就是就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条但书增列一个但书的规定，就是他的这个超越资料还是要以主张或维护他法律上的利益有必要者为限。那如果说是不是跟他这个受理案件相关的部分呢，其实如果也许会涉及到他人的资料的话，是我们还是不适宜让他来这个抄写或者复印的。那第二项的部分也是就是增列一个，就是因为原来委员的提案是说也只有税捐机关，那我们这边也是加一个受理诉愿机关。然后另外就是排除的部分呢，除了行政程序法四十六条第二项之外呢，也增订一个诉愿法第五十一条。以上报告。那另外还有就是第二项委员最后一个是说不得拒绝或劫掠。那因为这个劫掠我们是建议把文字修正成或为不完全的提供。以上报告。好，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江委员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江委员修正动议第十一条之一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按照财政部的建议内容。那我们再做修正通过，然后条次的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再顺修，好不好？来，再来是关于推，抱歉，刚刚还有时代力量的第十一条，
如果并到第十条，不，我还是建议啊，就是条子到时候再顺啊，然后把它独立一条放在第十条之前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基本上面更上位更重要的原则的确立，所以可以把它放到那个王委员条文的顺序第十条的前面一条啊，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条文的顺序再重新顺过就好了。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好不好？放在我的条文的第十条之前增列一条。好，再来我们第本席的十二条跟时代力量的第十六条，关于推计课税的这一个部分。来，我们财政部。计课税部分，其实我们原则上也是同意委员的条文，但是我们建议文字上做一些修正啊。那我们建议的文字修正这边，其实跟委员的以第一项来讲的话，王委员是说救济不能调查计算这部分，那黄委员是说不能调查或计算。好，那我们这边是建议说修正成经调查仍不能确定或调查费用过巨时，为了维护课税公平原则得推计课税，并以书面续明推计依据及计算的资料，这是第一项。那第二项呢？第二项其实跟委员的文字也是类同，只是我们把它建议把它写成税捐官推计课税应斟酌与推计具有关联性之一切重要事项，依合理客观之程序及适切之方法为之。那在推计的认定上面呢，我们是采用了王委员的文字。然后最后一项呢，是纳税义务人的协力义务，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仍然予以规范，就是纳税者依税法规定履行协力义务者，税捐稽征官不得依推计结果处罚。以上报告。曾委员，我请教一下，实务上，因为推计课税啊，过去很多方面也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那我请教，就是税捐稽征机关对于课税基础，这里所谓的课税基础是什么？而且这里只有税捐机关，因为前面都还有赋税署指定的哦。那你因为哈、哦、对，你前面都有赋税署指定人员或者赋税署哦，那你这里的头又只有税捐稽征机关哦，那实务上其实推计课税啊，最多的是财政部在用啊，是那个稽核组用的最多啊。那我问了，主持要不要改？哦，那什么是课税基础啊？因为你在这里好像只有针对课税基础啊，那课税基础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主持是税捐稽征机关哦，有那。其实用的最多是稽核组的，没有发单的哦。OK， 好。他是最后才，他是调查完了以后是送给那个国税局所辖的国税去发单，所以不用。所以不在调查哦。他不是调查，但是他没有。不用不用，好。那你们解释一下课税，因为你推计课税。这边课税基础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税基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包含他的所得啊，包含他的一些收入，还有他的会影响到他所得计算的，包含他的收入、成本、费用，都是包含在内的。洪委员，两个问题哦。第一个比较简单了、啊，就是你们把推计方法及基础资料改成推计依据及计算资料，你们的考虑到底是什么、啊？比较少。用法律上面、税法上比较没有用到"方法"这两个字。OK， 好。那第二个事情是调查费用过巨，指的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例子啊？因为你现在那个136条啊，就做成行政处分的基础的这件事情，你直接要把它搬到在课税处分这边去用啊。我是有点不安的。你们那个调查费用过去指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能不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因为你在推计课税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大概啦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不要去计较其他的那个细节，没有要求的那么精准。那所以在某个程度上面啊，等于是说我们在对于人民做成不利的行政处分的时候，我们那个奠基的确实性已经让步了。因为这个奠基对人民做成课税处分这个不利处分奠基的基础我已经让步了，让你用推计的方法去做，所以那个水龙头什么时候可以开啊，我会很在意。所以你们这个就调查费用过去大概指的是什么状况，可不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委员，我先说明一下，那个因为这个文字本来也是我们王委员的文字里面有讲到一个或调查花费过去时啊，所以我们其实有大概也把王委员的意见保留在这边。然后另外也说明一下，其实这个调查费用过去就是说，因为它的调查程序非常的复杂，甚至有些是境外的所得，涉及到境外的交易。那有时候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事实上也许第一个我们不可能派人到境外去。一般来讲，那或者是说在资料的收集上面，你必须透过境外的机构帮我们协助收集。那有些时候，这个必须要支付一些像也许我们会委托当地的会计师或者是律师，或者是甚至当地的税务机关。那这些其实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实际上进行调查的结果。你刚所讲的那个状况，以目前的实务上面有因为这个理由而进行推计课税，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像譬如说你在课什么税的时候，在什么脉络下面会这样子做？譬如说我们在课盈利事业所得税的时候，因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的计算，它本身必须它是境内所得、境外所得都要合并课税的。那我们境内所得的调查本身，因为境内的交易资料我们比较容易收集，但是境外的资料事实上是真的有它的困难度。那有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稽征机关要花这个钱，有的时候是纳税义人配合提供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委托他们境外的那些相关的会计师、律师来协助提供这些资料。所以这边其实这个调查过去不是只有我们稽征机关花这个钱，事实上有的时候会影响到纳税义务人。那有的时候，那另外就是像我们的遗产赠与税也是会有类同的问题，因为都涉及到就是一些境外资料的提供。第一个状况是境外调查嘛，那第二个呢？委员刚才讲的就是费用的问题，对对对，主要都是费用比较可能。我说调查费用过去哈，第一个你刚刚讲境外调查，这个我可以理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资金的调查，因为资金调查我们必须要去跟金融机构来调阅资金，调阅他的银行存款账户或者是相关的交易流程。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是要支付相关的费用。那有的时候税捐机关其实也不是讲。有的时候不是费用的考量啦，有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就是说，这些银行机构它其实是，不愿意配合提供，也会有这种情形。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讲前面可能不能确定。那另外调查花费过去，其实就是万一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变成不敷成本了。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原来王委的文字放在这边，然后我们也考量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王委员，我的考量里面是，还就是它的税务成本。就是说，即便就是稽征的相关的，就是说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要追的税，跟我要花的，就是说成本，它的金额之间的，就是说的差距，基本上面要高过于我要追的税，好，就是说它要低于，就是花费的成本要低于它预计要追的税，它不一定是一个的天文数字，但是那个是之间的相对比较的结果。这个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哈，刚刚财政部这边所做的说明啊，我可以理解，然后也可以接受。那只是如果按照财政部那个说明的话，就花费过去，我可能前面还要再加一个限制性啊的要件，因于有境外调查之必要。那第二个是你如果不赞成加这样子的要，所以我才一直在问说到底什么状况，因为就是说。当你在税捐稽征上成本大于
效益的时候，你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嘛？第一个可能的选择是，就那个部分你就不要课。对啊，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好，我还是要科，但是我去抓一个 roughly 大致的数额，大概是这一个样子。那只是说，调查费用会很高这件事情，那导致税到底要科不要科，还是 roughly 去抓的话，那那个风险上面的分摊，到底要怎么样去定才会比较好？那不能够只有锁定在境外，好，你们那只是举例。其实在国内的话，我们以执行业务所的来作为例子哈。那执行业务所，它可能它的客户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分散，每个人可能都是小额的交易。可是我在调查这个执行业务所，例如说牙医师，他的所到底有多少的时候，我可能用他的金融的进账的部分来看。那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推计的方式。可是我不可能我每一个的来病患，我跟他调所有的病例，然后每个病患都问他，你在他这里看了几次，花了多少钱？这样的花费其实是过巨的，而且也消耗太多的计证能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可以迎合我们这个问题的这个原意，就是说希望可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条文哈，我就不会再坚持。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最后送到院会的时候哈。看行政机关这边跟王委员这边，大家共同努力一下，把你们讲的那些例子啊，把它写在立法理由当中，这样子未来解释的时候，我会觉得才有一个引导啦。嘿，要不然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不安，是只要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用推估啊的方式。嘿，好，所以第十二条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对于我们财政部的建议条文，对不起，在最后一项，好，最后一项的这个部分，你们先说到，就是说纳税者的这个部分了，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推计的处罚是不是也有可能对扣缴义务人？我们原则上不是推计，原则上推计课税不会影响到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不会再扣缴义务人一定是实际上有给付的事实。才有处罚的问题。那基本上，如果他这个所得是设算的，或者是用我们推计方法推计出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责令扣缴义务人的处罚的。OK， 好，那第十二条我们就按照财政部建议的条文修正通过。再来十三条，时代力量的第十七条，禁止过度原则。在这个部分的话，只有加上财政部赋税署指定人员的这个部分。好不好？好。好。OK， 那我们就增加，就是照本席的版本，然后我们修正通过。再来。第十四条，跟时代力量版本的第十八条，还有包括费用泰委员的修正动议。好，原则上面我们先看第十四条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对于财政部的建议内容。还有一个章名，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讲哈，好，好，过科调节。这名字要改，快了。好。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章名，因为这个文字，我们觉得好像感觉上有点。感觉好像我们对纳税人都很严苛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说，可不可以修正成为责任及裁处之审酌？就是因为这边下面来的第十四条跟第十八条都是谈我们这个责任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财阀的情节要处要何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把章名修正成责任及裁处之审酌，责任及裁处之审酌。好，我可以。好，没意见。好，那我们章名就修正通过。再来是十四条的减责事由。然后时代力量的十八条跟副委员的修正动议。来，第一，这个第一项的部分，我们财政部本身是，我们是参考这个行政法法的规定来订定，那这是第十四条嘛？第十四条我们是参考行政法第七条、第八条以及第十八条。还有就是这个文字来做修正。那另外呢因为行政法法的第七条是讲到说纳税者违反就是违反，如果他违反这个行政上的义务的行为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的话，不法不予处罚。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是不应知因不得不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的责任，但是呢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那但是另外第三项是就是我们在审酌的时候应该要这个规审酌，这个其实就审酌纳税义务者违反法律上义务的应受的责难程度，还有所生的影响，以及因违反税法上义务所得的利益，并且要考量纳税者的资历。其实我们是参考了这几个条文。那但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法务部应该没意见。对，他有意见吗？法务部的意见是在哪里？对，因为这个条文就是当时法务部认为，就是我们那个委员的提案好像比较，就是不具体，跟我们内容不具体，所以我们才参考了法务部的意见，想说那是不是用行政法法七八还有十八条，我们把它明定清楚。那费文的提案，因为他有就是要减轻财阀的对三分之一，那我们是建议是不是还是可以因为在行政法法里面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规范。可不可以让我们回归到行政法法的规定来处理？我建议我的修正的第一项，我建议可以接受你们的看法了，包括因为我的第一项是其实是参考王荣章委员的，但是可以加上减轻或免除其罚则其处罚，在减轻的在你们行政一般我们协调那么多年各种的处罚都你们的讨论的空间太大，通常有一些非故意的，我们以前 也处理过几个案子，就是只补不罚，就举例有的时候他的真的是你们行政机构甚至行政机构的疏忽，像有些公司的他的账没有把它 往这个抛到你们那边去，像这个时候我是建议的还是有一个处罚的一个 range， 罚得很清楚，最高你的罚款呢不得低于最高的三分之一。当然有的时候既然要处罚，如果说免除的当然就不在我的第二项里面了，如果不得免除也就减轻它的时候，那你的这个最低的时候还是要给他一点警惕，不得少于他的最低的三分之一，对不对？还是给他明定一下比较好了，因为 你们那里面的解释空间太宽松，或者是这样子讲太严格。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坚持，但是我是就是觉得要你们的裁量权太大，我是觉得裁量权不宜把它放得那么大。黄委员，那个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按照行政法法本来那样子的规范方式在实务上面的运作去发动那个案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的
你们现在在实际上面发动这个弹书，你们要求的情况大概是什么？就是按照你们现在，就是现在行政法法里面本来已经有这个规定了嘛，那你们也要去适用行政法法嘛？啊，我是说你们在按期情节的时候，是你们通常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会让他减轻或免除处罚？不是，我现在不是在讨论那个废委员的提案，我现在就是说你们那个减免处罚标准，譬如说啦齁，如果他只是抽象的轻过失的话，你们是不是就会减免处罚？还是不止，还有再加上其他的要件？所以你们在主观的规则要件上面，事实上是比较没考虑。你在考虑的是他在客观的情节以及所漏的税额。一个可能就是金额的大小啦。哈，假设说他这个漏税的金额很微小，虽然他是，也许说我们说像这个我了解。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对，有些就我们免除。那另外有些是实际上的案情啊。也跟我一报告，其实我们国税局在审理的时候，常常有一些纳税人，有些譬如说我举例来讲，我自己在国税局的时候曾经审过一个案子，就是说纳税义务人他依照法令规定，我们所说的十五条，就是说你要结婚当年度你才可以合并申报，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综合所得税常常因为我们是落后申报，所以有些纳税人举例来讲，他也许在104年就结婚了，可是他在105年5月的时候呢，他才去登记，那原则上他是不适用合并申报的。但是呢，这个纳税人其实在104年的年底，他都已经有这个公开的仪式，有请客，然后也都有相关的规定，他只是落后，也许在105年的，也许在1月份才去登记。像这种案情，本来我们都应该补税要处罚，但是这一类案情我们就免除他的处罚，因为他就是很特殊的状况。事实上，有的时候国税局他会看他的情节来做裁处，这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但是应该不是只有这个例子，可能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国税局还是会量刑来做。虽然有些是我们法定，就是在我们的减免处罚标准里面有规定的，但是除了减免处罚标准规定之外，其实我们机关主管还是有他可以视特殊情节范围或者是特殊的状况，然后来做裁量。没，就是要按照财政部最后建议的这样子的条文过，我没意见啊。那我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当我把那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放得更宽，让你们有解释空间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要 cover 到的那个范围啊，是不是真的在你们具体操作的时候会被 cover 到？这个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嘿，那所以就是说，到时候在这个条文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子过的话，那看你们是要在立法理由，还是回去在你们所定的那个办法，减免的那个办法当中，去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跟委员报告，我想在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它对个税的其实都有情节，有比较放宽，我们都给它免掉，这样子。所以里面各税目呢，在税务违章的减免处罚标准，它是执法规，所以一定要送到立法院来。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定了很多情节，不只是说金额微小，情节。有那些我看不应该处罚，在里面就直接规定说每个税都有。我讲，我我们这个第十四条叫减责的理由，减责的事由，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你不是故意啊，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话，我们尽量减低嘛哈，或者是不罚嘛哈，减低或不罚。但是平常讲，在你们实务上呢，你们第一线的税务人也不能说他 说他这个什么这个严苛了，因为他的责任呢，他通常如果罚得太低的话，好像他好就怕人家讲说他的长官讲说哦，你是不是是图利什么什么人，因此呢，我们把他立个法啊，这样子啊，让第一线的税务人员呢，他有一个依据啊，你懂意思吗？因为你第一线税务人有时候他们也很辛苦，对不对？他怕罚得太低了，他长官会被怀疑，他长官会去怀疑他。
我的出发点是在这儿。既然我们已确定，你只要确定他是非故意或者是非重大过失的话，我们减轻他的罚则的部分，只要减轻的部分，我是建议是不是再给他从人道的方面来考量，这是实务的东西。我赞成慧文的讲法，因为很怕，因为税务员呢，因为最基层的税务人员，他会怕。你说减轻啊，他也不敢减轻的太轻哦，因为尤其他一提出来之后了，长官也不敢调他了。我觉得把它具体化，从高的部分呢，三分之一，甚至我的主张啊，从低的部分呢，现在三分之一，对不对？无限也会往下降，可以降下一点，不然大家都从高，你知道吧？基层人员他有一个具体的，让他有遵循的目标，我觉得非常赞成这个理念，不然他都从高裁定了。我不骗你，虽然减轻啊，他也不太敢减轻，但是我怕有时候了，我也希望给税捐机关一定的弹性了。那最低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三分之一的部分了，我建议这部分还可以往下调一点，不然可能你没有办法像一些免责。你们法定上的，我再把它降低了，你懂意思吗？就是你们的法定，我再把它降低。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方向，文字的这个部分，来，江委员，我想是这样，就是刚才会员所讲的，没有错。这个，因此呢，因为我们五区国税局有不同的国税局，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所以除了税务违章的减免处罚标准里面有减轻免罚以外，另外我们定了一个倍数参考表。换句话说，他呢，我们这个参考表是怎么样呢？就主要是规范各国税，希望大家都一致。好，所以如果我们规范了之后的话，其实我就在，其实我就是在想讲你们的倍数，因为你的倍数有的时候写的介于两者之间。我就写一条，几年前我在介于两者，举例啊，像你的中所就是0.2到1倍嘛，对不对啊？那个，然后0.2、0.4，有的时候刚好介于那个中间的时候，最后你们还是采取比较高的法则，从高的法则。你懂我讲的意思吗？来，等一下，江而且啊，你把它法句化，同仁在执行的时候啊，心中比较没有挂碍的。你的参考表是行政命令嘛？好，江委员，这个先插一句话哈。这个只针对哈，我们没有要帮助那些人去逃漏税，所以讲清楚啊，是非故意哦，非故意。对，他的前提在前面。那个基本上财政部建议条文，他最后一项是抄那个行政罚法的第18条的第一项。那他这边也是一样写的哈，行政罚法他说法律又自治条例另有规定者就不在此限嘛。那其实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这个费委员，你的那个修正动议，你写的那个减轻的这个处罚哈，裁处之罚还不得逾法定哦，最后那个最高额三分之一或最低额三分之一有没有？你这个跟他这个里面，他原本定的是1/2跟2/1，然后如果另外有这个好免罚的规定的时候，才会回到最高额的三分之一跟最低额的三分之一。所以我是想请教了，如果你这个没有定的话，其实他也不会不明确了，他可以财政部这个条文不是就好？你说一下。不好意思，这个行政法法第18条第三项的部分，其实他我们那个税捐稽征法48条之2是属于这边的特别规定啊，所以原则上如果可以用的话，应该还是要用我们那个税捐稽征法48条，不会用到那个行政法法的第18条第三项跟第三项，行政法法，不好意思。费委员的这个是在行政法法第18条第三项的规定嘛，对不对？请法务部。
主席，那个是这样的，这个要不要定这个那个减轻三分之一啊？这个本部没有意见了、啊。不过他这个但书哦，是讲说法律或自治条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那因为行政法法，它就是对这个减轻也有规定了，所以这样子结果可能又会回到行政法法，因为行政法法的特别就这两个法之间，但书可能就要处理一下。对。那个减免处罚法48条2部分，其实到免是已经到可以到零的。然后委员这个最低是低到三分之一，那边到零，然后我们有高有低，所以能够让我们横平。好，那是不是不要有下限的？好，那第14条的一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就按照财政部建议条文通过，好不好？好，我们就照财政部的建议条文通过。再来是第15条，扣缴义务人的这个部分，违反扣缴义务处罚的上限。好，我说明一下，扣缴义务人他事实上是协助国家扣缴，然后征收税款的这个部分，跟实质上面负担税捐义务的人，好，他事实上是不同的。我认为就是他不应该适用相同的处罚标准。好，这个在虽然就是说司法院释字第673号的这一个部分有相关的解释，但是黄茂荣大法官他事实上他也有不同意见书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参考。那违反比例原则的处在他的倍数的处罚，那在这里面的话，违反扣缴义务的数额跟行为，就说来，他跟非难的程度，他事实上不是正相关的，哦，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因应的，好，那在这里面列出来，就是说，在德国的税捐通则第378条跟380条，哦，关于扣缴处罚规定，它事实上是都有上限的。分别是25000欧元跟50000欧元，它其实比我们好，我定的就是说200万的标准，事实上是来得低的。好，来财政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当然，委员讲的，如果说是针对我们这个境内居住者的给付哈，这个部分，因为扣缴义务人如果说他没有履行扣缴义务，然后他。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追我们国内的纳税义务人，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很多的那个扣缴义务人，他其实他扣缴的税款就是我们纳税，尤其是境外居住者。境外居住者，他如果说他事实上他今天我们非境内的居住者，或者是非中华民国境内的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营业人的话，事实上他有来源所得，我们现在就是采用救援扣缴的方式来完税。如果说纳税人他没有履行这个扣缴义务的时候，我们的税款就本税不但征不到，然后事实上这个扣缴义务他就是最终必须要替他完成纳税义务的人。那所以我们现在，而且另外除了这个境外所得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分离课税的所得，譬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奖的奖金，还有就是债券的，像一些债券利息的所得。那这些其实如果说扣缴义务人没有去履行他扣缴义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税负就不见了。所以这个，而且我们可以给我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盈利事业，他们都使用国外的专利权啊、商标权啊、专门技术，他给付那个权利金的扣缴税款金额都非常的大，都是几十亿，一年都是几十亿的。那如果说按照这个20%来扣缴的话，事实上税20%的扣缴税款就到了几十亿。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上限定到200万。我看到时候我们这些税就全部没有了，所以我是建议，而且因为委员担心的就是说，有些扣缴义务人他事实上他只是违反，他已经扣缴了，他没有，他只是没有去申报那个扣缴凭单。其实那个我们所得税法114条第二项已经减轻了他的处罚，而且我们也定了那个行为罚的上下限，所以他其实最高只会罚到大概4万块钱左右，金额真的很微小。所以是不是建议委员可以让我们这个条文，还是是不是可以采纳我们的意见？不要动。
各位委员的意见。保留下来，谢谢。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不坚持，好不好？但是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在说明里面有一个承诺，就是说为了避免相关税法的处罚过高、不符比例原则，你们会跟你们会检讨各个税法罚还金额的和倍数的合理性，然后修正我们的税务违章案件的减免处罚标准，适度放宽减免处罚的标准，以落实罪责相当，保障纳税者就是说权益。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到时候就说大家我们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好不好？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就做附带决议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进行，好不好？谢谢委员。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章事实上只有一条，对不对？这一章就只有一条。等一下，这样我请教各位你的意见，好，就是说章名的这个部分是在我的提案里面的。我如果把章名拿掉，好，所有的章名都拿掉，各位委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好，那我们就是说把章名通通都拿掉，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各位委员，我们中午不休息，好不好？我们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但是我们等会就是说适当时间，我们来就在一段时间来吃便当，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们在12点，现在休息吗？还是12？现在就吃饭？好，现在是15还是45？45，好，那我们休息30分钟，好不好？用餐，那之后的话，我们就继续进行，好不好？谢谢，好，谢谢。
好，请先宣读一下附带决议。我们先宣读，不做处理，最后再来处理。附带决议为避免扣缴义务人与相关税法中除应付赔偿缴除应付赔缴税款责任外，其违反扣缴义务之处罚过高、不符比例原则，原要求财政部根据检讨各税法法源金额及倍数之合理性，并修正税务违章案件减免处罚标准，适度放宽减免处罚标准，以落实罪责相当，保障纳税者权利。提案人委员王荣章、曾明忠、费宏泰、江永昌、邱泰源。宣读完毕。好，那好，我们现在继续协商相关条文。接下来第四章章名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删除，然后第十六条，好，本席的第十六条跟时代力量第十九条，请问。财政部要不要说明一下？说明一下好不好？十六条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修正成为中央主管机关应该要书院会、审议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应该有这些相关的人士啊，然后要超过三分之二。为什么？因为原来委员的提案都是说主管机关，因为我们现在主管机关是包含了。